各位同学好过得还不错吧？难得来关心我，给个赞呗。由于打完素材后才发现没录到，所以就选用回放模式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开局两位战士比较胆小，需要一起守上塔，中路只能靠小辅助和我一起守。剑魔竟然被小辅助吓跑了。要不是剑魔老了，手抖了一下，估计我要黑屏了。穷追不舍的两人被我的极限操作吓退了。剑魔出招就是快，很准，我的血条都吓没了。偷蓝爸爸的小贼哪里跑？防御塔护盾消失，炮车出击。看见了没？招招致命，一看就是老江湖，风景扯夫。
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一看见剑魔，还是赶紧跑远点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这个戴面具的小偷在欺负小兵盘他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Unstoppable.又是剑魔撤。招招致命的老怪物真是恶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主宰，黑暗暴君降临。Double kill.
这里教大家如何处理河妖，撒点盐抹均匀，再稍微按摩。这时候二厨需及时的下锅油炸，炸的过程中必须来回翻滚至熟透。关火起锅，为您送上油炸河妖，步骤都记住了吧？下次亲自料理，给父母吃，做个好孩子。面具小偷应该是想偷我底裤，还好有头盔大叔在。真是猖狂，还想偷一屁股坐他脸上。忍法极限逃脱，这可是禁术，就不教大家了，免得师父罚我。剑魔也有今天，果然还是老了。内裤小贼哪里跑？就算是三个人一起上，我也不怕，因为我还有队友可以卖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是时候找剑魔复仇了，看招，奥义，大肥屁股，复仇成功胜利可真难啊。